这是神树的根基，没想到被空禅弄成这样。他为什么这么做呢？他是想跟神树融为一体，这样就没有人能跟他抗衡了。这臭娘们真狠！ 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青囊秘法，贯通三界。 未至虚无，不可存想；感通天地，融于太虚。定心凝神，真神合一。定心凝神，真神合一。 青囊术最高的心法，从来没有人能掌握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是医道。原来如此。一直以来，其他人都认为青囊医术是最没有用的，所以没有多少人修炼。没想到，青囊医术的最高心法。
其实就是医道。拯救永远比毁灭更强大。星辰，星辰，你是不是成功了？星辰，下一步打算怎么做？我想拯救神树，拯救族人。你考虑清楚，拯救神树会耗尽你刚才所有的灵力，更严重的，你可能会有生命之危。只要能救大家，我在所不惜。星辰，我不答应，我不能让你去送死啊！我还是有机会活下来的，别担心。哪怕是有1%的危险，我都不会让你去的。明昌，眼前我们应该以大局为重。我好不容易练成灵生术，也是为了救大家。这也是我父亲临终前的遗愿。母星辰，我不想让你去做什么大英雄，我只想让你好好活着，只要活着就好。真天，帮我带他走吧。星辰，走吧，云城。星辰，穆星辰，走吧，云城。你别碰我。走吧，云城，走吧。穆星辰，我不走。星辰，你放开。穆星辰，穆星辰，放开我。走了，听话，走。快，云长！不走！快，你放开我！我不走！快点！放开我！姑奶奶，再晚了就来不及了。我说我不去。快走！放开！乔振天，我告诉你啊，就算你娘把我活剥了，我也要跟穆星辰在一起。她不是我娘。松开！赶紧走吧。义子！快！振天！刚才说什么？你再给我说一遍！你为什么非要赶尽杀绝呢？如果复活神树，我就得死！你给我躲开！穆星辰，你给我出来！否则我就杀了他们！你收手吧！你要是不想让他们死，就乖乖的听我的话。不可能！云长，云长，坚持一下。你个逆子！要
哥，真天，真天，再也没有人烦你了。不要，真天。孔禅，你罪孽深重，醒醒吧！我走到这一步，都是因为你。就算我死，我也要让他们陪葬。一切罪过都因我而起，别再伤害无辜了。星辰，哼，你总算是来了。孔禅，今天不是你死，就是我。
团，炮击！三界，为至虚无，不可存想。感通天地，融于太虚，定心凝神，真神合一。别过去！
楚医生。阿瑶，